尽在运通。财富指挥官，财富掌领板，今天是周末，虽然今天啊，我相信祝大家周末快乐，你可能也会感受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紧张，你可能也会感受到亚洲股市杀尾盘本身的一个紧张。不过呢，亲爱的投资朋友，我还是要先跟各位说一件事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各位看到没有？6472，来6472，宝瑞。在本周里面，我特别跟各位提到的宝瑞呢，不但是美德一创下本周的最高点啊，宝瑞又创新高啊。虽然我必须要这么说，宝瑞跟美德一甚至升华科呢，是我在本周最早的时候，从哪边开始？从川普跟拜登辩论的那个时候9点开始，我知道他们两个对于防疫、对于健保这件事情呢，他们想法是完全相同的。注意哦。两位美国总统最有希望的候选人，那么对于啊，那么防疫对于美国医药这一方面是相同的，所以我帮各位选了美德医，帮各位选了宝瑞创新高，大涨29%，帮各位从低档布局了美德医，在本周啊，这你自己去算一下，本周这里刚好就全部来做一个上涨，甚至我认为美德医还有机会啊，甚至把6472的升华科啊，都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往上来做一个拉高。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在节目的时候先跟各位来做一个说明，代表什么？代表我掌握了80%选股的一个方向，你们跟指挥官是没有错的。代表什么？代表20%啊！我现在先讲给你听，指挥官黄靖哲，我相信大家应该认为我是对于台湾的生技股，甚至全球生技股里面，在投顾业界里面可以说是相当。受到大家信任的啦，不要说第一啦，我相信全市场上也只有我在跟你谈生技股。从1月16号，今年的1月16号开始就跟各位在谈生技股。我相信这个呢，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甚至呢品牌已经几乎建立起来了。这是1月16号的股市现场，这是1月17号的本节目啊。然后这是跨年之后的第一天、第二天啊，那个时候我都在跟你讲武汉肺炎来，武汉肺炎来了。但是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先讲。我是不是第一个跟各位讲说，就有可能到端午节结束？没想到端午节啊，只是降温而已啊。我有跟各位提到中秋节之后可能会再来，但是不会那么重。但是亲爱的投资朋友，我今天必须要更正一件事啊，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各位注意哦，这次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或者武汉肺炎都一样了。我们讲的更直接一点，有人怀疑说这个肺炎呢，这个细菌。从头到尾是人所谓的出现在所谓的实验室里面，并不是大自然的产生啊。大自然产生应该很快被大自然的气候或各种方式来做一个消灭。尤其是端午节这么热，其实过去中国历史上很多瘟疫都在什么？都在端午节就结束了。你去查查《黄帝内经》啊，我只能这样告诉你，这个我绝对敢保证，就算叫我写报告，我也敢讲。非常多的疟疾，非常多的他们以前称之为所谓伤寒，都在那个时候结束。但是各位这次完全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停止，甚至热都没办法让它停止，这让世界上有很大的一个怀疑。我现在必须要讲一件事情了，完全我没有想到到现在我生技也要谈下去。我已经谈了很久了，我几乎把生技股全部翻天覆地帮各位上穷碧落下黄泉，通通帮各位找过一遍了。结果呢，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这次你真的非常难以去想象啊！目前欧洲，特别是西班牙、法国，还有德国，这都是非常先进的国家，哎，还有英国啊，还有美国啊，确诊人数创新高，哎，这在跟各位讲什么、啊？这边是比方说中东啊，还有什么拉丁美洲，我真的讲句不好听一点的话，那边是比较没有常常在媒体上出现，比较没有统计，甚至中国大陆最近的案例已经慢慢的创下近期的新高。虽然他跟你讲只有几百例、几十例啊，但是很多人说中国大陆的患病人数，你最好给他乘以50啊，因为他可能算的是重症啊，所以中国现在也在创新高啊。所以我今天来要先跟各位提什么呢？各位，有很多人认为说在2-3天就美国总统大选了。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这次的总统大选可能已经放在第二位了，请你注意哦。
我今天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如果说我今天带你去买电子股，或我今天跟你讲说有标股还是什么全职股，我问你一件事、啊、拜登的想法啊，就直接讲，拜登比较亲中啊，川普比较反中，两个想法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布局？如果拜登当选，说不定你第一时刻要赶快买这个华为概念股啊。如果川普当选的话，你说不定第一时刻要买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反中概念股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啊。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在那边做推荐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办法布局啊。只是说我跟各位讲一件事，大盘的影响我认为是几乎不太大。大盘呢不好就是在这个区间，好也过不去了。我刚刚这里画上去，我觉得错了，应该把它遮起来。为什么上不去？上面叫做武汉肺炎啊。这个肺炎在你怎么过去啊？肺炎如果更严重，当然这12144会破掉。那是如果通通在这个区间呢？我跟各位讲一件事，今天假如川普当选，可能纾困的金额大一点，可能拜登当选纾困的金额小一点，都不一定。反正总而言之呢，纾困这件事情呢，会使得他们两个谁选上，最后还在这个答案上面，对不对？没有错吧？我这样形容能不能知道答案？今天反正谁当选的，我就拨多少钱来做这个扶植的工作。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区间呢，从头到尾是不会破的。既然从头到尾不会破的话，哎，这个区间你不要说老师这样看起来很大呢，哎，这样看起来很小呢。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说一件事啊，现在不是美国的问题，是全体人类的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如果还是在这个地方盘整的话，我相信这地方在这个东西叫做一个字啊，叫做等待的等。等什么呢？答案就在这里了。等有一天，你真的找到一个抗体，能够真的对抗武汉肺炎，能够至少要让你半年以上，你不要说打完之后明天又中标。现在有很多，现在目前为什么我们大家这么垂头丧气？我必须要说是全人类的问题哦。我现在跟你谈的已经超过美国总统了。你在看那些在谈什么美国总统没有决定的节目，那个落后我很多，你们不用看了。指挥官的眼光永远是放最大的，我是用外星人的眼光来看，可不可以？现在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啊。难道你要让英国首相强生再中一次标啊？难道你要让法国总统马克宏每天都睡不着觉，还是要让川普还有梅兰妮亚再继续中？甚至我们就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其实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我相信你知我知啊。所以我说过，我们过去认为说在一年之内要打败这个武汉肺炎的疫苗呢，我没想到还要继续谈下去。请你注意，这档股票反而这几天当中，哈，反正大家都说什么股票，他们给他乱乱卖。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样讲？你看上海 A 股，今天假如你是认为啊，我就直接说了，假如你是认为拜登会当选的话，上海 A 股为什么会这样子跌？你告诉我，上海 A 股应该庆祝啊。所以今天反映的跟这个所谓的谁当选没有关系了。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他应该要涨啊，他应该要涨啊。我们现在讲白了，现在剩没两天，我们就跟你讲白了，对不对？川普是反中，那个拜登是亲中嘛？那中国大陆的股票也昏倒，那什么意思啊？啊，台湾股票也昏倒，那什么意思？谁当选都不好吗？不对，谁当选都没办法解决这件事啊，因为已经有两个人当选了、啊，法国总统是当选的、啊、马克宏啊，哦，德国总理梅克尔是当选的啊。各位来看一下，为什么我给你这个结论？其实我最近看的，我不好意思往脸上贴金，你说准不准？让你自己做决定嘛。这昨天的股市现场，但是这种股票坦白说我不太会给你推荐，因为我印象中这种股票是很牛的。可是各位看到没有，来，今天哪一档股票最强？然后我跟各位讲说，请你注意哦，啊，请你注意哦，有些东西你不能做。我说过各位啊，为什么请你跟着指挥官啊？因为指挥官会告诉你什么东西你应该做，什么东西你不能做。我现在就直接很清楚的告诉你，在选前除了生技股以外，我们的会员朋友说：“啊，老师还在谈生技，还要买生技，还要等下去。”对，因为等这个是有希望的。你不等下去的话，其他的你不能确定，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所以跟你讲说，哎，那我就问各位一件事：假设我们现在假设拜登当选好了，哦，今天前半场都用电脑讲好了。假设拜登当选，结果那天哇，欧洲又爆大疫情，哦，美国又大跌，请问他会涨吗？不会啦，
对不对？这叫做华为概念股嘛。啊，请问，假如说啊，这个是台积电，台积电总是川普概念股了吧？假设说，哎呀，川普当选了，哦，我们要大庆祝，结果呢，欧洲爆大疫情。欧洲哪一个政要他太太生病，好不好？我们就讲这个不好的，涨得上去啊，涨不上去。所以什么重要？这个最重要。所以你跟我讲，老师元金好棒哦，什么什么棒？我说最先不要管那么多啊。第一件事你要考虑有没有拉回，别人要你追高啊。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你今天再回头来看一下，哎，注意哦，我今天第一件事先跟你说啊，不要乱跟啊。真的会跟你讲真话的人，你要听下去啊，不要乱跟啊。啊，我元金全23块多的时候，在节目上跟你介绍，国硕13块多跟你介绍，结果呢，你一定要等到大家，哎，其实你会发现，大家都在喊的时候，你再跑去的时候，金价是立了某级，好好谈啊。我那天我真的必须要讲一句话，我助理还在说，老师啊，哎，6477啊，老师啊，大家都在追安吉，大家都在追元金，他下一句话讲了，你大概会有感受。他说，那老师你今天上去能讲什么？我说我继续讲生技哦。我讲我的宝瑞，宝瑞没有人要听啦、啊。老师，宝瑞没有人要听，人家都在讲太阳能啊。两只都是我们的啦，不用管。6472，怎么那么难按呢？历史新高。亲爱的投资朋友啊，你在我节目里面。因为我们现在直接讲一件事了，因为抗疫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抗武汉肺炎这件事情，你看到了多少股票创新高了？你看到了多少股票创新高过啊？你看到了多少股票创新高过啊？你还在怀疑？我告诉你说，这两年呢、啊，我真的必须要讲了、啊。我坦白跟你说，疫苗没有发现之前呢、啊。就像什么疫苗没有发现，这全世界都要投入去研究生技啊！现在全世界人放弃了没有？没有放弃，只是研究失败了，同不同意？研究很多没有成功，例如像阿利斯康，现在在美国它是停下来的。当初讲说牛津大学最有希望啊，那今天大家都在等什么？等月底的时候 ，Moderna 能不能提出好的疫苗？啊，我们还在等啊，我们还在等国光生，还在等高端啊，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啊，没有疫苗。不然我们是要干嘛？就只有剩下两个字，等什么？等新冠肺炎找上门啊，等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空空空空，什么死神敲门，是不是？各位注意啊，我认为啊，当这些都还没结束以前啊，反而生技股，我说实话，这叫刚性需求，你慢慢等，一定会等得到。说句不好听的话，总有一天等到你，开医院的人总有一天等到你，你说对不对啊？欢迎各位。想尽办法把你手上的资金，注意哦，我认为选后假设最不好的状况就是两个人僵持啊，这个股价有可能，这个区间有可能往下来做一个回撤的时候，只有生技股还能够抗，还能够抵抗哦。就像什么，就像今天为什么他为什么他能够上去，我等一下讲给你听。因为现在大家不敢做捷运，知道什么？知道骑脚踏车嘛。哎，美丽达创新高，哎，美丽达是创新高呢。所以他创新高之后，哎，巨大比你好啊，没时间讲了哈。这档股票，请你想办法跟我。我其实不用管选前选后了，我看到信号我就要开始布局。它的基本面已经出来，跟着我一起好好布局，涨停涨停再涨停。我讲的是不是对的？你比我清楚，请你赶快做决定。我们等您电话。王老师过好年计划，从现在开始一路到农历封关，只要1/2，只要1/2，请立即把握今年红包自己发，老师帮您累积财富，一路赢到封关过好年。刷在线02-2781-0909，三倍券小 case， 振兴3.0超值又加料，给你鱼吃，再送你钓竿。轻松获利又练就一身功夫，刷刷线02-2781-0909，02-2781-0909。
市场唯一，生技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正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三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汽车尚能行驶，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一、全程注意安全；二、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三、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以标线为参考基准，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号志等一并摄入；四、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五、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人没事，车能动，自行拍照，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美国国会议长啊，佩洛西啊，他手上应该还握有2.3亿左右美元的这个所谓纾困金啊，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其实大盘因为有这件事情呢，谁当选不必看的。如果往这边摔的话，纾困金大一点，懂我意思了没有？如果往这边的话，纾困金少一点。但是就算有了纾困金，我现在觉得很麻烦、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武汉肺炎又发生了。所以呢，我刚才话这样，其实呢应该是有错，直接呢告诉你13031，短时间之内啊，只怕也非常难过关呐、啊。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啊？你说老师，那这样看起来好恐怖哦。如果你用月线看的话，大概就是在这边十字线。哎，这三个不算多哎。你看那个过去也有十几个，你看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的，也等了十几个月的都有哎。我问你。假如13个月之后，阿利斯康的疫苗成功了，或者13个月之后，国光生的疫苗成功了，或者不用13个月，8个月之后，疫苗成功了，反正总而言之，就你看这两天不是在谈吗？莫德纳昨天大涨了8.5亿啊，因为这个月月底他说他第一个15000人已经可以解盲了，所以他大涨了8.5亿啊。所以这里所代表的讯号是我们大家都还在等待啊，真的有很多人等不下去了。我相信最近尤其是那个旅行社准备了一年周转机的朋友，也没想到已经一年了，那连旅游泡泡都出不去。我觉得这当然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局啊，但是我说真的一件事情啊，最悲哀看三年。你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最悲哀看三年？历史告诉我，目前为止只有西班牙流感，它根本没有疫苗，然后三年之后它自动消失。你说老师为什么三年之后自动消失了？我讲句比较残忍一点的话，该生病的全生病了，该去找上帝、找关爷爷、找观世音菩萨的通通去了，懂我意思了没有？这就变成是自然的瘟疫形态了。你不要以为我们比古代的人哦伟大到哪里去，碰到这种瘟疫，碰到这种没有抗体的时候，你还是很惨的。所以我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做股票呢，你一定要懂得到底什么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事情。哎，刚才跑去哪里？这里吧。哎，是这里，还有一张，你注意去看一下。等一下，我应该翻得到。美国呢，我跟你讲说，太阳能先不要追高。不是说太阳能不好，是说你太阳能，如果你用追高的方式去做的时候，结果啊，在这里看到没有？你没去看一下美国第一太阳能。那个到了10月29号那天会拉上来，注意哦。前两天跑了去追这个所谓的元晶的，到了这天会拉上来。最重要的原因是跟你讲，第一太阳能大涨啊。结果它第一太阳能大涨，我一看不对啊，第一太阳能已经涨到那个最高点去了、啊，就隔天就马上拉回。你说你今天冤不冤枉？都已经快要选举了，你就把自己的钱给赔进去。所以我常常讲说，各位注意一下下，股票市场里面。你知道基本面，基本面我早就跟你说了，而且你最好去探清楚到底谁是最早跟你讲这种所谓台积电绿电不够用的。我直接告诉你一件事，我讲的比什么财讯那些都还早，可不可以？说不定你的老师还是看媒体啊，看财讯啊，看谢金河他们讲的，你才跟着讲。
我敢公开讲啊，我讲的比谢金河早，也比陈东豪先生早啊，这些都是名嘴啊。我们做分析师一定要讲在这些记者的前面，怎么可能讲在他后面呢？等他讲到后面的时候，你看，我不好意思讲，你真的能赚到吗？我实在是跟你说，太阳不必追圆金，是不是这样子？啊，拉回才有大波段。那太阳不必追圆金，拉回低价跟我买，10月28号。我说这时候你等拉回嘛，你现在说老师啊，这个会拉回到哪里？不管拉回到哪里，我赢你呀、啊。这边我就赢你了，那这边呢？拉回才有大波段，看到没有？已经可以讲美德一了。我说股价追高那个叫赌会员。其实这两天虽然有点变局哦，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进步一点点。什么进步一点点呢？如果你的老师是每天，哎，接下来川普跟谁当选你不知道，哎，你一定觉得拜登一定当选吧？拜登是亲太阳能，所以你就赶快买太阳能吗？天底下有这个事吗？你的老师是谁啊？章鱼哥是不是？所以我跟各位讲，股价去追高啊，什么赌拜登当选太阳能会涨，不对啊，这个根本就不对，这是赌嘛。我说我不带会员朋友赌，做我的会员朋友不用去赌，该做的事我要去做。你如果跟他去赌的话，你自己赌就好，干嘛参加老师？所以请你现在一定要好好去思考，如果你参加错了，是不是在选后或者在现在赶快做个决定，对不对？哎，人家拉回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马上跟你讲，哎，这个美德一这个低牙跟那个什么低牙跟这个什么，我忘记了，这哦低牙很多啊，名字都快叫不出来了，跟什么泰巨亨跟什么明辉杜康那不一样啊，人家今年是真的是防疫概念股啊。各位看到没有？昨天出了美德一，还告诉你说，我除了防护衣大赚以外，我现在还要可以做什么？做口罩啊！口罩现在不会赚钱呢、啊，口罩现在降到5块钱呢、啊。我告诉你，我做的不是那个白白的口罩，你看到没有？蕾丝口罩，这个橘红色口罩，什么黄色的、粉红色的，加起来十几个颜色，这种毛利很高，人家还排队去买。所以，哎、欸。我本来一夜赚钱，然后再做第二项生意，当然是聪明的啦。我本来做 CS4945 来治胆道癌已经够了，现在你跟我讲说我也有办法去治疗什么？治疗新冠肺炎，那也 OK 啊。今天新冠肺炎是最重要的事情，你看这只股票，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抗体？我说过抗体现在因为何大一授权给中裕让他去实验抗体嘛，结果一宣布呢，你看到没有？咻，马上涨上去，生技股就是这个样子。啊，做了没有？没有啊！啊，抗体来了没有？没有啊！啊，何大一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哦，终于运到手上。明天要第一期实验才开始重新开始，所以第一段叫做做梦，第二段叫做做真的、啊。终于现在开始也是正式开始做抗体，也是真的啦。那各位看到没有？像这个打进去美国通路的药物，美国现在什么不缺？缺药啊！因为新冠肺炎不可能，尤其是他们可能也缺了哦。告诉各位一件事啊。难道你昨天没听到那个美国 AIT 办 AIT 处长厉英杰，就是美国大使了，讲简单一点，就是美国大使讲什么？台湾在医疗上面这次是第一名，而且又可以想办法提供给全世界。昨天哦，我这样讲哦，大家都知道说什么？《纽约时报》美国主流报纸都是亲中的比较多，我现在就直接讲，然后都是听说也是挺拜登的比较多。昨天看了很大的篇幅啊，去提到什么？提到说台湾啊是抗疫是非常好的，200天呢都没有本土病例啊。不想翻资料了。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做台湾人真的是很光荣啊，但是也第一次感觉到说现在台湾的投资朋友真的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外面现在确诊非常之严重啊。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是告诉各位说，生华科哎，怎么可能是美国人拿钱来拜托你实验？那这以前，哎，实验出来，万一这个药是很好的话，钱是台湾能赚呢？啊，那前面花掉的、烧掉的是美国人的美金呢？钱是新台币在赚呢？为什么突然之间哦，希望台湾哪个疫苗跟他们合作，什么什么赶快？然后现在一大堆的这个医药类股，像这个，看到没有？哎，6472，两个都一样了。创新高，历史新高。你什么时候看到这种总统大选之前竟然有股票创历史新高？我只能告诉你这句话，原来疫情根本没被控制。你说老师怎么可能呢？我们台湾过得很好啊。我现在归纳出一个蛮重要的结论，先不要讲那么复杂，简单讲，现在澳洲解封，澳洲现在是夏天，现在呢欧洲已经开始冷了，所以欧洲又来了，美国开始冷，美国又来了，青岛开始冷了，所以
中国大陆北部又来了，新疆开始冷了，中国大陆新疆又来了。台湾其实啊，台中以南每天都很热，就算有那个病毒哈，它也没有办法互相传染。这样懂不懂那个意思？今年台风又没来，连北部一起热在一起啊。所以跟各位讲说，第一个，我们也许有这种天然条件，因为你光是看墨尔本，墨尔本本来很严重啊，它从冬天转夏天变好，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看起来全北半球很好，是因为夏天啊。现在呢，你管它美国总统是谁，冬天来了，冬眠也跑不掉，抗体对病毒不认人。欢迎各位想尽办法利用这几天当中，可能是唯一能够让各位好好掌握在生技股里面的抗体，抗体，抗体，这个抗体已经可以存在半年以上，领先所有的这些所谓抗体的一个情况。我们希望所有朋友想尽办法跟着我们再次回归生技股，生技还要谈下去，我们还要继续抗疫，而且这样子人类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真的具有眼光的财富指挥官，跟上我的股票涨停，涨停，再涨停。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等您电话。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黄老师过好年计划，从现在开始一路到农历封关，只要二分之一，只要二分之一，请立即把握今年红包自己发，老师帮您累积财富，一路赢到封关过好年。刷再见02-2781-0909，三倍券小 case， 振兴3.0超值又加料，给你鱼吃，再送你钓竿。轻松获利又练就一身功夫，刷刷线02-2781-0909，02-2781-0909。市场唯一，生技加科技专家，流水理论超越市场，趋势大师黄老师，当冲正中，时间密码，当冲加波段双向获利。刷刷线02-2781-0909，02-2781-0909。